是什么东西要在黑暗中去寻找吗？去那边吧。那去那边看一下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想想，那里面有一个夜光的开关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你是不是小安呢？啊，哦，机长，哦，他是引我们去找他是不是？哦，让一下开门。这个这么个门，我们就要知道小安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走吧，下去吧。不会是个滑梯吧？看似有点滑。等一下，我先下去。OK。是。哇！啊，这么高吗？涛涛，哇，好酷啊！文涛下来，长得还挺帅。哇，这个通道怎么突然之间就感觉到了异世界了？这下楼不会是到什么有点科技了，科技感？怪奇物语？我没有啊，这不就是一个屋子吗？这还是教室？哎呦！啊！他还在里面吗？不在了。哇，他怎么跑的呀？我等你们好久了。啊，你是？以前我和皮皮最喜欢玩捉迷藏了，可是我们最后一次玩的时候，皮皮竟然消失了。现在你们陪我玩吧。我天哪，要捉迷藏！前面那些房间里有9个柜子，我会藏在其中一个里，等你们来找我。进去之后把门关好，如果有人和我藏在了一起，就会得到我的奖励哟。我真的 Q 都被你给删走了，我真的删 Q。